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方舟生存进化科技模组啊，我们已经有四隔一两个月没有回来了。那老头稍微有点忘了，我们召唤了哪一些机器人？进度到哪里了？其实真的有点忘了。不过呢，今天既然都已经上来了，我们就赶快把这个科技模组里面该有的东西把它用指令召唤出来看一看吧。我们上一集好像是弄到了一只最后骑士科博文，然后就没有接下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大黄蜂卡车擎天柱跟雪佛兰跟威震天声波战争机器毁灭者好像都看过了，迪诺的话就是那一只神龙嘛，冰原巨魔也看过了，超大一只高达，这个应该是之后更新所多出来的吧，高达应该是钢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飞行生物的部分，我们钢铁侠、激光鸟、银者女战士也都召唤过了，我看应该也只剩下战舰跟三头巨兽吧。我们先来看这三只好了，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战舰到底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战舰会长什么样子？我看一下，靠北太大了吧？还真战舰啊，我天啊 ！Oh my god！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音？你这个子弹也太没有，也太无力了吧？感觉好像只是一个绳子丢，绳子甩绳子的声音那种感觉。可不可以炸到那只精英霸王龙啊？我换个位置看一下，有没有炸到？没有，没炸到。右键，我靠，有点吵啊。西键。没功能，不过这飞蛮快的啊！哇，战舰呢？哦，战舰呢？啊，这个我可以站在上面吗？我看一下，我实际上我上去的话，我是不是真的在前头啊？我好像真的在前头哎！哎呦，我看到我在前头了。哦，还好他真的有摆到前头。哦，吓我一跳。哦，啊不就好笑在他摆在前头，啊不中间不就好笑了？哦，这战舰长这副德性哦，哈哈哈，还蛮帅的，可以接受。啊，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哦，这家伙居然在天空上拉了一坨屎，哦，就这样直直的落在我们的领地上面，非常好。是时候该教你怎么样拉屎了啊！拉在马桶里面，真的是不听话。好，我觉得我要先去一下空地哦。哦，我想要在外面召唤，我感觉会比较好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头巨兽好了，我们刚刚是飞行生物嘛，战舰召唤完了，三头巨兽，哦，看一下，嗯，这什么东西啊 ？Hello， 看三头巨兽，是游戏王的那个三头龙是不是？哇，红白绿哎，哈哈哈，三头巨兽。干伤害有15亿 ，Oh my god！ 西间，干没有功能了，我怎么觉得有点烂啊？但是这个伤害真是不得了哎、欸，我居然还打到负的伤害呢，怎么鬼啊？哦，那个翅膀看起来超烂的，那个翅膀感觉好像就是有跟没有一样，你知道吗？那做的也太烂了吧？我现在发现原来它的右键是三种颜色哦，我们看一下，右键是三种颜色。还蛮屌的哎、欸，好不好？哦，下雨了，下雨了，吵死人了。这个白色应该是冰吧，然后中间是火嘛，然后右边是毒嘛，就这三种这样。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移动速度非常的慢，它移动速度真的非常的慢哎、欸，它也没有办法说往上飞啊，可以啊，但是真的是超慢的。那可能是因为体型上的关系，感觉很慢吧。高达是你，噔噔哦，果然真的是高达，真的是钢弹哎，哇、哦，这么帅，哇塞！等一下，他什么？为什么你手上拿枪，你却用左脚攻，右脚攻击？右键，哦，右键终于开枪了，西键。哇，做这么帅气哦！这个高达有帅到呢，我的天哪、啊！
可以可以可以，这很可以。嘣！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那个射击有一只很像密卡登爆炸的那个画面？那这是什么巨兽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巨兽，看不出来，反正整个爆炸这样。那左键是用的右脚攻击，右键啊发炮 ，C 键啊假想敌自爆，什么跟什么啊？不过这个高达真的蛮帅的，真的有帅到 GP01，Oh my gosh！有够帅的。然后呢，我看到这边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哦，叫什么龙战舰、斩龙台、太空舱。哎，这太空舱不是那个七龙珠的太空舱吗？哦，空间站、神盾局、空天航母，再来是天魔门，好奇怪的东西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好了。这边有个叫斩龙台的东西，我们看一下这斩龙台到底是干嘛的。是有龙可以让我们展示吗？这是斩龙台，这也太大了吧！我的天哪、啊！我靠！斩龙台啊，我可以干嘛？我还上不去嘞，这也太大了吧！我要怎么上去？我要设法从这边上来。哦，这么惨哦、啊！就是这样子斩龙台啊？这什么东西啊？就只是给你一个观赏，然后斩龙台，把龙放在里面会怎么样吗？他这什么都没写，而且重点是我盖了之后，我不能点开来看里面有什么、欸。哎，刚刚有哎、欸，刚刚有哎、欸。我刚刚有没有看错？这里是不是？哦，有，长按更多选项，它只能拆除，这什么烂东西呀、啊？该不会其他的也是这个样子吧？啊什么？哇，天魔门呢？哦哟，这么帅啊！哦，杀小了，什么声音？吓我一跳！哦，我们的那个战争机器 K 笑了。哦，这个天魔门这也有够大，这可以拿来放那些机械跟恐龙了。你可以拿来放了啦。我觉得这些应该都只是展示用的，它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你知道吗？不过这真的很大，这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很大的平台。那可不可以在上面盖房子，我就不晓得啦。总而言之，是蛮酷的，就是了天魔门。哦，这怎么感觉好像是我们魔兽世界里面的角色？搞不好真是魔兽世界嘞！神盾局航空母，干这超大，我天哪、啊！太大了啦！天哪、啊！我可以进去那里吗？我觉得我可以进去那里耶。哦，有勾到了。重点是这应该没办法飞吧？这至少是能飞啦。如果真能飞，真的超帅的。可是这感觉也是一个很大的平台，可以让你放鸟啊，或者是什么恐龙之类的。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哎、欸，可以让你这样放。而且为什么我走路感觉一拐一拐啊？是因为穿装备的关系吗？怎么还是一样啊？算了，不管了。哦，还有这个龙战舰，也是他妈超大。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放这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哇，他那个龙战舰虽然是模组一个外形，但是他这个上面的炮还会自动攻击这样子。我靠，龙战舰这也太大了啊！重点是要怎么上去呢？这个也没有一个教学，不要弄我啦，白痴吗？别那边耍八七好不好？等一下，这什么声音？别啦，哥哥，让我上去看一下呗。
那我看我还是起飞好了，休想来追我，干还来啊！真的是有够烦，干什么东西？嚣张是不是？来啊，来几个杀几个，我告诉你。我要看一下龙战舰这个龙头啦！天啊，超大的，我的天啊！这个应该没有内部吧？顶多就上面那个平台吧。超猛的、欸！我看一下这个口，超大型龙战舰，这不能驾驶。如果真的驾驶，真的超帅的。你看，超大。哎、欸，它有显示有加的符号、欸，哎，这代表着说。干，然后我卡住了，这代表说这里面是可以进去的。完了，我已经跟这个战舰合为一体了。干，我出不去了，我只好把它拆了。没办法，卡住了。哦呦呀，哦，还好没摔死。好啦，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些东西。怎么看都只是平台而已，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不要弄我哦！怎么看都只是平台而已哦。有时候可以召唤出什么超屌的生物之类的，看来是没有了哦。如果真的是玩生存的话，那些东西真的可能就只是拿来放东西用的哦。又或者是说可以在里面盖房子，就这么简单，它没有什么功能，就单纯是给你展示的，给你看说哇，干好大一艘船。好大一艘战舰，吓死人了！这样子，然后呢？实际上你要让它发挥什么作用？没有什么作用，顶多就是放东西。哎、欸，就这么简单，好吧？今天的这个内容差不多先这样子了。那下一集的话呢？希望是可以直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弄完，也有希望是可以啦，好不好？也有可能是分两集吧。这个模组我觉得差不多也就已经快被我榨干了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了，差不多先这个样子。好吧，那今天频道到这啦。如果喜欢我频道的，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的喜欢坏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科技模组再见面了，拜拜。